吃两顿，拜拜。你吃两顿呢？那早餐呢？就只有没吃饭。早上就面条嘛，下午啊，再等下午。那不能算是饭吗？面条就是饭。你不要把那肉都搞到那里，我等会我要用的。你把它搞一下，拜拜。看外面的风景如此美好。外面的风景如此美好，鬼友为你吃完饭，我就带你去逛一下超市。那里一个大超市，你还可以买点吃的，然后去买一下药。好。你要买什么药啊？高血压的。哎呀。刚才。喂呀，外卖都到了啊。可以啊，速度真快。我也叫个外卖吧。我也叫个外卖吃了，我们一块去。一会儿去散步，先开吃吧，我的还没到。吃饭没那么快。你先吃吧，我的还没到。每天就吃这一个菜，你。我也是每天就吃这一个菜，跟你一样。因为找不到没有辣椒的。大姐她不吃辣，我们只能找这个。昨天一个粉丝朋友上海的啊，他说你肯定在重庆不习惯，因为太辣了，要过几天才习惯的。我现在还不习惯。但是他一直就没吃辣，只有这个才不辣，每天就是吃这个，这是什么梅干菜吧？每天就是吃这一个。然后我呢，我也找不到比较好吃的，那别的外面都不好吃。我每天就是排骨啊、白菜啊，就是两个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。别说我，外卖来了，现在轮到我吃饭了。你刚吃完，你的袋子好漂亮。轮到我吃饭了。我最喜欢吃这个萝卜了。吃完了再。吃完饭带你去逛街。你也是好几天没出门了吧，老张？张小梅。哇，这是不是刚做的？你看，看我的，排骨南瓜，这一点都不辣，你还说这里放了辣椒？那排骨里面有一点，没有，好好吃。这粉蒸的，它里面粉里面放了一点呢。看了。啊，这个有辣椒，我喜欢，刚好。还有我还买这两个，我跟高姐每天就是吃这两个外卖，上午吃完下午吃，下午吃完第二天又吃。真的有辣椒，这你吃不了，但是有辣椒还不辣。等一等，嘎嘣脆。排骨嘛，嘎嘣脆，煮得很烂。我要把这骨头都吃了。脆骨肯定要吃的，脆骨啊，脆骨肯定要吃的。你还换了一件衣服啊？啊，我还穿睡衣，穿着睡衣出去吗？睡觉的衣服是睡觉的，可以。我不想这个腿那么动，腿弯来弯去的，长一点就长一点。那我把刀背上了，刀还没拿上。手机两个手机拿上。算了，别想去，你去拍那些。不吃肉了，天天吃肉要不得，我要吃白菜了。我要吃白菜，我不单独吃白菜，要白菜里面放一点肉炒白菜的。
完了没有啊？都那些都没。把我背上了，把你的小包背上了。对，要不要了？我不用拍吗？我拍吗？你拍不了，你这走路都难，你过一会摔倒了，完蛋了。那真是，那你千万不要前功尽弃啊！记住啊！你这两，你要拿这个拐杖的，你还怎么拍视频？只有我来拍一下了。就我的这个东西还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好怕你过一会出去被围观。嗯。好怕你过一会出去被围观。人家这么多残疾人没有围观呢，这我真的不敢这样搞起出去，我真的不，朋友们，我真的不，懂没呀？这从来没有这样过。来了一个残疾人，这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我真的不敢出门这样。嗯，你有没有想到，以后有一天会是这样出去？嗯，这就是教训嘛，你每个人都不会想到这样的事。没有一辈子不摔跤的，但是摔成这样的，对，我就摔重了，是吧？磕磕碰碰一辈子，嗯，学武之人难免磕磕碰碰，是吧？对呀，人生在世哪没有磕磕碰碰的？嗯，为你点赞，为你的乐观精神。来来，把我开门的卡也给我通上，你拿上吧。哦，拿上了。嗯。还有嘞，这被子就乱七八糟。谁检查你被子？走了。啊？谁检查？你以为这是宿舍啊？过一会儿还有人来检查你的被子。对呀、啊。想我呀，要不伤我的话，被子没叠好的。那门呢？门没有关好。我帮你关吧。厉害厉害。我帮你关吧。你先向前走吧，在前面等我吧。你也走得蛮快的。看一下，歇一会儿。看你怎么走的。嗯，我的这个脚没有使力。我看一下衣服搞这么一块。再走，没事，你走两步。哎，那才不能走嘞，他膝盖还不能使力。在哪呀？哎。到了。电梯嘞？到了，我给你开。我们怎么走的？哎呦，口罩。必须的。我都戴了，你都没戴啊？在这儿，我还不戴的，我什么时候又不戴口罩的，对不对？刚开门，请，请，哎、请不了哦，必须戴口罩。行，我从来没有不戴口罩的习惯的。嗯，哎呀，垃圾桶呢？哎，下不来。快点，电梯要关了。全新的，走、哦。你包里面手机都供出来了嘞！我的妈呀！这个路上的人是在想，这是当地的哪位大姐是？哈，对，你人家街上那么多受伤的人，是不是？但是勇于像你这样出门的不多。哎。都是坐在轮椅上的吗？嗯，也有。我以前见过人家有伤受伤的。你去西藏在川藏线上，绝对是一道风景线。哎呀，真是。开门。嗯，慢点，慢点。